这就是我们透底冰芯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。我们这次同一个地点钻取冰芯了，我们就希望通过冰芯来重建微塑料污染物变化的历史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希望用新的技术来对我们的冰芯进行做进一步的总确定年，对古的环境变化记录做出一个新的认知。